等等等等，收到信号了吗？大家好，我是新科娘。身为一个吃货的我，真的很喜欢吃东西的。你们有喜欢吃的东西吗？我呢，我就比较喜欢吃麻婆豆腐，喜欢吃麻婆豆腐，还喜欢吃冰糖葫芦，还喜欢喝奶茶。虽然喝奶茶很容易长肉，也不是很健康，但奶茶真的很好喝。电卡了吗？你们想吃桃子，等什么时候新科娘给你们寄一车桃子给大家吃吧。大家可能都想吃桃子吧。新科娘有在学啦，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可能是因为坐轮椅的原因吧，我的膝盖好像扭不太动。战术卡顿？不是啦，我是战术死机啦。很紧张，就电脑，不是，是大脑卡死机了。